你等一下啊。 几瓶完了就，这个是多少钱啊？哎，五千啊。我来，新鲜完了。这是，哎呀妈，买点啥？我是不是？是，梅子。梅子买了啥？ 太阳不是咕噜咕噜咕噜冒着吗？它绕一直太阳绕，围着太阳绕。反正是365度，我的几点？一宿。对。这个我妈呢，365度可以看看，可以冒着吗？可以。吸引啊，这个东西。 所以说有梦吗？有四季，无数年，无数年啊！他是说这样的星，有很多，有无数无限的。我是银河系，银河系从这里懂。对，银河系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银河系的诺，我那个诺，太阳系啊，就是。我们是银河系里面的太阳系。我们银河系有的，我是怎么过的？ 空中的那种那种啊，星云中啊。那银河系之外还有个星云层。那个我们宇宙中的话，広い広い。所以。無限の広さ。宇宙是非常宽广无限的。那个，别人就说什么呢？什么过来的？我看世界的，世界上我们的世界上宇宙感。 这样是说要学习的话呢，宇宙观做观，宇宙观世界观我。哎，所以做观世界观哎。不是人生观了。哎，所以有世界观有的话，人生观自然就会有的。而且基本的人生就是说都是梦感。哎。 我们人生观，这个人生什么样子，人生呢？我们人生观，这个世界观我就讲，你什么给我那个东西来干？所以我们的人生如果违背这个世界观、违背宇宙观的话，就不行了。爱恨，爱恨，是吧？一干的啊，就是违背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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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そして進んでいる世界と、それに固執しているんですよ。那么这样我们去看我们的自己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身体也好，心理也好，都在执着里面。人生というものに固執してる。台湾ということに固執してる。私ということに固執してる。我们固执我们的人，我们的身，固执我们住在台湾，固执我们的人生。だから悩みは多くなってくる。どうしましょう。自分の子供、自分の家庭、はい、そういうものを見ていくんですよ。はい、それから現実がうまくいかない、どうしましょうという、はい、そこで苦しんでいく。これみんな補修は危ない。因为有执着的原因呢，执着自己的孩子，执着自己的先生，执着自己的家庭。那当他不如自己意的时候，这个苦恼就出来了。だから仏陀の世界という、仏陀の世界というのは、それを下脱してしまうんですよ。心下脱して、仏陀というのはこれを突き抜けてしまうんですよ。那么佛呢？佛陀呢？他就是从这样的苦恼的世界解脱出来的。突き抜けた世界が涅槃の世界である。从这个苦恼的世界解脱出来的世界就是涅槃的世界。だけど現実ではどうしても故郷から離れられな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很固执，生活在固执里面。だからこの故郷からいつ脱落するか。はい。この故郷から脱落する世界が、はい、これが浄土の世界です。从这个固执的世界，我々にとっては、对凡夫而言就是净土。我々にとっては浄土の世界は、はい、お目を無料、寿命無料の世界は、はい、この世界な。はい。这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的净土的世界呢，就是我们凡夫走出这个固执的世界。我修心如海ですか。这是法性真如海的世界。ここまで行った時に初めて苦しまんぐらい。只有到这个真如的世界，我们才能够走出这个迷途。不是。自他一如。好，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他一如。自他が一つになって。今は自他に、自他に引っかかりすぎても。好，但是现实的我们是活在自他分别的世界。いやいや、でも自分のことと他人と区別します。だから、ずっとでもね、損しちゃつまらんと。儲けもせんけど、損もしないようにして。だけど、仏の世界、ここまで言ったら、損もどこもあらへんし。啊，这是因为我们的分别自他，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种分别自己跟他人的世界里面呢、啊，所以我们的得失心会很重。我们如如自信哇，我的自信哇，我在不信上得有多少钱？老师说，这个佛珠本身它没有我，是无我的。我的自信哇，我在无那里去。これでもそう、これでも。这个笔也是无我，本身是无我的。私は弁です、言わへん。他没有，我是笔，他没有这种。弁と言わんと、弁の仕事させてくれた。他没有这种我是笔这种念头，但是你拿起来，他就可以写字。人間だけですよ。なんか物を頼んだら、なんぼお金出す。我是说执着有我的，啊，我为你做了什么？怎么都没有回报我，我们人马上就有这个我出来。所有ところに、ね、細かく言うたら毎日の日常生活のそれ、呼吸やけど、大きくなったら、こういう世界も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所以老师说，看细的地方就看到我们的固执啊。但是当我们在网上看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宇宙观。你叫起来，什么呢？哎。摂生摂生って言うけどな。哎。虫殺すだけが摂生と違う。植物も摂生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その通りや。哎。那么今天来的这位老先生呢，他
他对佛教感到很反感的地方，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吃素啊，吃素就好，为什么吃素还要做一些假猪肉啦、假素鸭啦、假就是他说那个根本性都没有在吃素，那不还不是在想要吃肉吗？所以他就跟老师讲，他说真正的就是说那个师父不怎么现在那么做，就他认为说不一定要吃素，因为他因为那个蔬菜也是有生命啊。师父做人間だと自分は賢いで、人間の方が賢いのに思ってるでしょ。師父と物言わんからアホやと思ってるでしょ。けど師父の方がよしとしょ。那么因为我们人站在人的本位来看一切，来看那个蔬菜那个植物啊，认为蔬菜没有生命，可是蔬菜它也是有生命的。那不管是生まれても自分の体没安できる。就是说那个草啊，不论我们怎么去践踏它，它还是生命力很强。你呢？だから一度生命就是生命就是在死んでしまう、余命、頭上げて起きられない。それでも植物やったら、その下から来るほど回ってでもこっちの方からこっちで潰されたらこっちの方に目が回ってきて目がいいよ。我们人被车子压过去，我们人就死掉了。可是那个草在被什么车在怎么压，它这里不行，它在它找不到的地方再长出来，这种生命力很强。だから植物ということもこれ生命もっと生き物ですからね。だからやたらにそれを、切ったり自分の思った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ことは殺生罪だと。所以那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它是植物啊，就是说随便去乱拔乱摘啊，它也是有生命，那也是一种放生。だから草一本までも大切に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れがやっぱり仏教、大乗仏教の精神。所以大乘佛教的精神，它是呢不轻易的损毁一草一木的。我对那个老先生的这个讲话有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问题。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出书啊，慈悲为口方便为门啊，他透过什么东西给他吃啊？他说什么都不能吃，人做马做龙做象都不能吃。其他都可以，只是南岛国家他也不能出书啊。这慈悲为，你透过那边什么是什么？这个出处呢，就是中国一个这个现在跟连接吧，中国一个不能跟人争讲。我所以说在李老弟子在世的时候，你韩学王呢，他说第一个不鼓励收钱，不鼓励出书，不鼓励出家。我有老师讲，他不出我，我听袁老师讲，因为说你要那个出处，大家他记录下去了。就像不要出事啊，都跑民众去了，民众要出事啊。就说这个东西啊，那个老先生管理有问题，知道？他不赞成吃素，他反对吃素。说你可以不出事啊，不一定要出事啊。他在世的时候，或在世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子啊。不是因为他所接触的人，可能是他的因缘。他说那个像，你说那个猪肉那个像是什么像？那种像是一般的这个哈，这个一般的人心中会迎合一般的市场上的需要。所以我说到底有谁见啊？我懂。现在不叫他那个，现在是老师讲这个花生啊，讲到这个植物，这个植物了啊，你说不要出植物嘛？它猪有生命，它动物有生命，那么讲，阿伯阿伯啦。先生，その野菜も生命がありますね。お米も生命がありますね。いや食べなかったら死んでしまうよ。だから毎日摂取をしながら生きてんや。所以老师说你要知道我的三宝每天都在发生。だから生きてるということはもう摂取をしながら生きてる、摂取をせずには生きてられない。所以我们没有发生活不下去。所以说就是人留在这，这些说佛的念头呢，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相对矛盾的世界嘛，有时候比较很麻烦嘛。だからこの摂取でね。摂生の生活で摂生を連続するんだ。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做发生的事，连续。
们连续不断在上升。人肉谁喝？嗯，喝了。所以才说我们是罪人。那个，所以说这两种生物呢？我是说，这个世界上不没有罪的人，一个人也没有。那个，因为我跟他说是一点不准的，从那个人全部没有人。所以认为自己不是罪人的人啊，那他是就是那个迷失。迷植物を始め、あらゆる緑にしたかて何にしたって、そのお金で生かしてもらうの。自分は生きてると違うの。生かされるんです。老师说我们每天生かされる。我们活着就是每天很多小生命牺牲他们自己来让我们这个生命持续下去的。それを生き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考えているのは大事じゃない。所以我们不是自己活着，而是被很多生命维持着我们的生命。生きてるんじゃない、生かされてるんですよ。生かされてる、这个话就是说，我们不是自己活着，我们是让很多生命养活我们。他の生命によってな。啊，依他依别的生命。それによってな。依别的生命。生かされるそのとこね。啊。これか。生かされてる日本话就。我们中文没有这个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是让很多生命维持着我们的生命。对，因为那个你有多少吃什么来？所以我们人伟大不起来，不能，我们不能活得很伟大。我那个话怎么表达？那个。Elaso，你听得懂吗？清高不起来。哎，对，没有办法清高，因为。所以瑞俊老师就留下一句法语给我们：恩海无量。今回无量的中间，我们生きてるんですよ。我们是活在这个恩海无量的世界。それは平和世界、中間世界に生きてる。そんな世界。他是忘记这个众生的恩。大バカ者だ。啊，忘记众生的恩，认为是自己的力量自己活着，那种都是那个バカ者，就是笨蛋。だから虫一匹でも、野菜一つでも、みんな自分の生命になってくれてるのに、他の生命が私の生命になってくれてるのに。所以每天呢，就是很多生命来化为我的生命，让我活着。あれ、みんな仏様、みんな仏様ですよ。所以那些都是佛。だから。所以说，那好多。尽是方界，皆是佛。没有，那好多不是。我昨天晚上找了多年。老师说，我们每天都在吃佛。嗯。那个佛性不就是？那个植物是法身佛。对，我们每天吃佛，然后还不满足。嗯。お米食べたり、何したりってみんな他の生命をもらって、他の生命で自分の生命を養ってもらってる。吃饭也好了，吃饭也好了。这个都是有生命的，我们就是说，每天都是让很多的生命维持着我们这个生命。だから、すべて恩恵無料ですよ。これです。所以说，一切都是恩海无量。他の生命によって生存させてもらって。依他的生命来维持我们这个生命。それをもう忘れとんねん。那我们呢
每天都受到这么多的恩惠，但是我们都忘记了这个恩惠。忘恩，我们是忘恩。背的。过用了吗？不然我们不解释。这个就叫凡夫。我还做不来，我干不了那东西啦。我没法接受。就说我们呢，活在这个就说我还有，说我还有做呢。活在这个恩海无量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是忘恩背德的，所以每天呢，还就是说抱怨一大堆抱怨。だから物を大切にするっていう、生かして使うと活用とか。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善用我们所有的那个物质。だから紙一枚でも裏返して使う。ね神一枚でも、蓮華上人なんか道に神が、神とでも、落ちるの見てよ。ちょっと見てよ。それで、火伸ばして、使われた人が、ぼちぼちお粗末にするって言って、蓮華上人は廊下を歩きながら神とを拾って、いらなかったし。那老师说，像这个纸啊，我们这个纸，这个写的这一面，背面还可以写，但是我们往往这个任由写字就把它扔掉了。就说我们每天都在做，我们都不会去爱惜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么老师说，莲如上人呢，他在世的时候，像这个纸，人家把它揉揉丢到地上去，他就捡起来，然后就把它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就还在上面写字，这个是很有名的。そのくらいの精神、なかなか文部としてはそれができませんけどね。その精神を、心得とかに。老师说这种精神，要去，就是说不要忘记这个精神，珍惜，珍惜物品这种精神不要忘记了。お金出したら何もでも買えるうちで。そんな具合に言うてたらあかんです。那个因为现在的话就过得很奢侈的，只要有钱的话，什么东西都可以，就很便宜的就买到。那因为可以便宜的买到，有的东西就不珍惜，就这里丢那里丢哈。老师说，就是说要那个精神，不要忘记了珍惜物品的精神。喜欢。私の遠い親戚にね、大きな金持ちがいたんですよ。まあ、昔の100万長者って言うたら、左に1000万長者って言われたことですよ。その人なんかね、手紙が来てもね、その手紙の封筒をね、皆裏返して、こっちそこに書いて、また返り出すんですよ。新しい封筒なんか通ったことない。老师说，他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啊，在日本算是那个亿万富翁啊。那么他这么一个有钱的人呢，他人家寄信来，他要回信呢，他就把那个信封拆开，再做用那个信封再做一个信封背面呢、然后再写对方的姓名，然后再寄出去，就说。そのぐらいしながらお寺をいくつか建てたんですよ。那他虽然自己本身过得这么清，就是说很节俭啊，可是他一个人他盖了很多寺院。そのぐらいしながら大きなお寺いくつか建てて、今寄付してます。就说他的钱他来供养佛，可是他不会用那个人，他自身过得很节俭，他所赚的钱就是拿来供养佛。それで一台自分を着ているものは粗末な粗末な。对，他虽然是亿万富翁了，但是他穿的衣服就是普普普普普普的，你看不出来他是亿万富翁。
嘿嘿，那还比较轻。那老师本身也是，老师本身也是人家借给老师的，他再把他，老师他那个他的东西都没有再丢掉，很少。这里还爸妈的一起的吗？这里。如果他在以前认识，活到88岁，在长寿。嗯。那个十里铁路是吧？生命啊，生命。对，所有的东西都有生命。要求他也是。嗯。自分の命を大切にするってことは、これにも命があるの。そうや、これにも命がある。愛自己の生命な、これにも命があると。命だけ都有生命。老师，こ れ, これ一番の基本知識です。老师说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态度，生活态度。それはやっぱり世代観、宇宙観、それが一切の応用の人生観なの。所以老师说有这样的宇宙观、世界观呢，自然就能够运用到我们的人生观。嗯，那个自分だけに、あの、お金が流行ったら、綺麗なもの、でいうものを綺麗、なんていうなことを考えていう、そんな小さな表現であればなんです。所以老师说，我不要以为啊，这个钱是我的，我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啊。老师说不要这么狭隘的想法。この紙にも宇宙生命が宿っておると。任何一张纸也有里面呢孕育着这个宇宙的生命在里面。だから、各さんのこれもね、この一枚も大切にしないかな。也要好好的珍惜。これも高齢だ。我是高三，我在高一，不高一。在这里学吗？是。是是。要不然再来，那我。那速度快，速快，要上的话，请他让我挂个那一点，我再来弄。那所以什么关系？他功劳难改是吗？老师说，老师要跟大家讲的话讲到这里，你们今天晚上有带什么问题来吗？你们没问题，你来问，郑老师。那你有问题，你也可以问，没有关系。请问那个教学信那个信件里面那个不是引用华严经那个说清净什么清净什么？先生は信仰のところに、あの、基本教を引用してると、その中に症状層の言葉があります。その症状層の意味は何ですか？何を意味してるんですか？と症状層というのは、まあ、あの、悟られた方。是、悟者、正悟的人。开悟的人。悟者走悟。正悟得道的人。本当に歩んでおられる人。如实的走佛道的人。一个字在用的时候，修行是哪个海南？光是会讲，光说不练的，不名为清净僧。佛那么多不如何？如法的人。嗯，如何只需要修为就是。哎，如法就是如实修持的人。如何呢？依然嘛修为的。如法的生活的人。这个嘛，我这里有在新南中南大学。所以对我们来讲，清净僧就是清南。啊，对吧？我们人都在重修的时候。啊，善导大师啊，这边这个是善导大师，也是清净僧。去三宝同一现象，要讲什么东西？先生，哥哥，啊喏，哥喏，三宝心，三宝噶都一直，啊喏，销售现金如果都现金呢，反正都有一米两噶，都一直销售。对，我看看呢，哎，我看的也是不有噶呢，哎，
说明白一点，容易点，容易懂一点。也就是说，那个お坊さんがおってもね，あのお坊さんダメって言うたらもう三宝吸い取らへんが。好说，即使啊，有那个お坊さん，日本因为日本没有出家，我们说的和尚的话，就说即使有和尚，他做的再怎么样不如法，按我们去讲，他那个就是棒，就是棒，棒冒三宝的。例えば坊さんがね、泥棒するようなことを しても、お坊さんであるからにお坊さんを大事にして恨まれると思います。即使那个和尚他跑去偷人家的东西、只要他还是和尚之称、我们都要对他尊敬。这个三宝同一现象就是说有佛性、佛性中自由法生嘛。先生この、あの三宝が、あの統一小僧の意味は、その、那その、僧の中にある、你说好法性身啊。法、就有法跟生。法身啊。法跟生。不是可爱生人的身，咒啊。佛性中就有法身啊。先生。就先把这三宝同一现象。あの彼の理解は仏の中に放送が入っていると。本当はみんなこの中にね。はい。この中これも。あ、この里面は已经具有法身。うん。まだこれ。うん。でこれもね、末世になるとね。是说在这个末法时代。末世。末世，就是末法时代。做咩？我哋阿公人不跟。末法时代呢，都是恶人。在这里呢，说说说咩？我就说末世是充满邪见跟恶人的。そうなったらね。はい。我就给他们话禁止。佛是金，或者金呐、啊、呢？金の代わりはね。有佛的时候，佛是金。金呐、啊、是。但是佛入灭以后呢，就银来取代。没有金的时候，就银来取代。金の代わりは。没有银的时候呢？就是的。银的没事。是是是。是，这是说法。哎，狮子要不用。狮子。那个有。狮子往哪里到了？哎。放到那里。那哪里？就说铁来代替，还没有铁的时候，就是那个铅来代替。こういうふうにして、まっすぐになっていくとね、だんだん下がっていくんですよ。老师说，那个越来越不好。我这个他妈的金の代わりを、そうするとね。この法や僧はね、この時に金の僧であった、この僧が、鉛の僧まで消える。那么佛是这样子，僧也是这个样子。鉛の僧でも、やっぱり僧は僧である。即使他是铅的僧啊，哈，只要他是僧的身份的话，僧就是僧。そうである。そしたらこの中には。这个分的里面记住了，佛。だからこれにも恨まれなさいと。所以要敬慎。まあ、けだけでいいよ。はい、けだけでいい。恨まれなさいと。なぜかね、しまいはね。この僧がこの僧が鉛になって悪いことしてもやっぱりこれみんな親族やと、老师说即使这个僧他这个铅做坏事啊，他虽然做坏事，但是他都是金嘛，这个都有金之边，有没有？他是金属做的，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みんな金属です。不是金属做的啊，金属ですね。半とは違うんですよ。だから電流は流れるわ。只要是金属做的那个电，它就通过它，流过它，它就能够通电。電流流と流と流れるんですよ。
だから例えばね、鉛の層であっても、はい、そう敬いなさいですよ。マッポトムキに聞いてる。そう、那个里面有那个末法灯明记里面就有讲到，即使他是这样的恶圣呢，我们还是要信他。末世になったらね、この僧がね、はい、この最善の命を救う。末法师在这个圣，他会去喝酒。最善の命言ったりして、で、阿弥陀佛。喝酒然后做恶事そこまでそこが生活をそれでもこの僧はね、はい、世のただの即使是这样的僧呢、会喝酒做恶事的僧他还是世之宝世间的宝啊世间のただであるそこまで行ってもこの僧は生命の高で何やつったらやっぱ金属やつ金属やつ因为他还是金属做的そういうことが末法灯明記にここに書いてるんですよ那里哈末法灯明記有这样子だから それをバカにしちゃいかんとバカにしたらこれは方法罪所以不要去瞧不起这样的僧因为心生毁谤的话那就是一种谤法罪了だから僕はこの方法罪になった袈裟をかけるだけで敬い老师说只要他身上有披袈裟就要对他尊敬袈裟をつけるだけで只要他有着这个袈裟有搭这个袈裟これで世の宝やと他就是世间之宝这个袈裟是世间之宝だから坊さんの悪口に絶対言うたらいかん所以绝对不要去讲僧人的恶话和坏话是说在涅槃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佛心中就有法身了、但而为度生欢入故我们可以说三宝一向啊就讲这个东西所以这样涅槃经的中に無修的中に法相がその入っていると、その法相のためにこの三宝を説いていると、これ今の言葉を言ってるんですかと統一修相不放手都一直修不放手啊你不放手啊你不放手佛悟这个法佛によって悟って仏になる那么依法呢だから佛と仏は同格なんですよ所以佛跟法是同格だからこれね宗家が法を例えば法は佛ね悟这个法这个法被佛悟没有佛的话就没有法没有法的话也没有佛仏が法を悟り、法を仏に悟られる。仏なくして法はなく、法なくして仏なし。なくして。しかもね、
私しかも就是而且的非常に伝わるわ而传给众生的事呢真的力量功德也功德力量是说这个就是佛法的言ってるんですか、ね、言いました、うん、仏が法を悟り法は仏に悟られる、はい、仏なくして法はなく仏なくして法はなく法なくしては仏なし、はい、しかもこの仏で仏と法とがね我々にこう広がっていく、はい、広がっていくのは、はい、誰の力です僧の力です、はい、所以老师说再重複一遍就说呢佛证悟这个法、嗯阿法呢被佛体证、所以没有佛的话就没有法没有法的话就没有佛啊而将这个佛法传给大众的呢就是生的力量生的功德所以说生是世间之宝それ今そういう仕事がでやっておらんからって言ってバカにした方法じゃない。そう。那么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守他的本分呢、啊，没有把做没有尽他的职责，我们就去批评他，那个就是犯法罪。佛法众德海，这众德是说众德集中，众所有的德性都在这个佛性里面，然后你在这里练。如来观呢，佛陀经哦，在些那，对吧？经也分析。佛在世的时候，身是金。金，没有灰，没有金啊。佛法身都是金，佛也是金，法也是金，身也是金。这个就是说，那你在看这佛中，金你来接触那金，那为了那为了知道，马上去干了呀。来接触末，他们说金好干。那越到这个末法呢，他那个词就越不好。那么即使他是什么不好，他还是金属做，他是金属，不会是这个词啊。電気流したら金属やったら電気が流れるもん。老师说，只要它是金属的话，电流它就可以通电。嗯。まあ、これは一文の例えやけどな。老师说，这只是一个譬喻而已。嗯。这是末法佛还是金的？先生、まあ、ボーンであっても、仏様は金が、まだ金ですね。まだ金ですよ。はい。けど、仏様の男に、叩えるだけの僧侶がほとんどないでしょ。那么老师说，佛是金没有错，但是到这个末法的时候，如实的讲把佛介绍佛，才能够传达这个金的佛出来的真没有。我这个做佛做啊，做这个的受众啊。老师说佛跟法都是金的。受众呢，这受众是不美。问题是，能够如实的把这个金的佛法传达出来的人很少。だからもう現在になったら僧侶らしい僧侶が探したってなかなか見つからないんですよ。所以在现在的话。很难找到一个如实的身。嗯，老师，那这样的话，我们这样当下，我们觉得都末法事情。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像老师讲的这样，对，我们应该怎么办？对，因为我知道说到底就他们的话。你现在我们来讲是这样知道了，再说。那一般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就是在这人世间就会接触到，哎，那你也不知道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
等等，我再，我来，我来，对，他们怎么怎样？怎样去应对？应对哦，等等啊，喏，我在参加某某部里，嘛，一起辩论的时候呢，那个。所以今嘛先生有些朋友啦，那么你能说你这样讲啦？所以有太多的事是被其他做。也不，所以说呢。是。所有的有家里的呢。是。也不是，啊，你那个家一个。哦。所以呢。So, you,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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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只要他是穿着僧服，有没有？我们就是说，即使看到知道他做恶事了、做坏事了哈，我们不要在心中有这种瞧不起他的这种心态。那不管他做什么呢，就说老师说就是要叫我们千万不要去讲生的话的，我们说的。即使他有偷东西的，对，是非啦，对，就是不要讲真的是非啦。说嘛说我，得了我有点老多。哎，如果说我有老多个这样子。哎，老师说呢？如果说我，哎，得了我有的，哎，我们得了。哦，老师说，僧人说僧人不好，那个是可以的。俗人就是在家里说僧人不好，那是犯法的，那是不可以的，那就是罪恶的。那么就是说我有一那个经说，就是说我要摸啊，没关系的，放这。进那个经啊，一直那个经说。摸不是最多的作用。抱歉，抱歉。这个这个，用这种方法你下来一般。所以是说不要。